我们来当一回吃瓜群众，先给它扒个皮，先尝一下这个绿皮的。看一下这个羊角面，还有这个白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羊角面比较甜，这也不错。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是早就买了，放时间长了，就是新买的，所以有点不太熟。Blah, blah.